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凯伦新 Talk， 轮我陪伴你。我们要欢迎华人的保险天后是谁啊？陈明丽姐姐，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哇，太棒了，太可爱了。凯伦，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看到当年在台视那个在摄影棚里面跑来跑去的那个小捣蛋。陈凯伦是不是？对，好，明丽姐，我今天开始啊，要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比方我跟这个澳洲的，他叫袋鼠，是不是？小袋鼠，袋熊，好，小袋熊对话，小袋熊就问我了，小袋熊就说：“凯伦老师，听说你们台湾有某一个优质偶像都离婚了，那我还能相信爱情吗？”哎，我就笑一笑，笑一笑以后呢，我就指着天空，小袋熊，你看看天空什么？哦，一只飞鸟，有一只飞鸟在飞，对不对？你看着它，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嗯，这个小袋熊看了半天还搞不懂啊。我就，哎，摇摇头就说：“爱情的意义啊，就像这只飞鸟一样，你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只要坚持的话，就能越飞越高，你懂吗？”哦，还是不懂。好。那我就闭上眼睛说，哎，你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我的意思是说，人家离婚关你什么鸟事啊？嗯，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啊，凯伦，真的。嗯，对，其实真的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世界上最难的就是家务事了。嗯，我还干了一件糗事，我没跟你说。怎么了？当那个事件一发生的时候，我就看王力宏抛了一篇东西出来，我马上上去跟他说：“力宏啊，18岁我就认识你，你一直是陈瑞的偶像，单纯、优秀、简单什么，就写了简单的。我想给他一点打气，我说我跟你讲了很像，我说任何人都不能够论断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来处理你的事情。对好了，那篇下来，所有都在骂，就觉得我好像。”这是谁啊？你脑筋有问题啊？你搞不清楚状况，你一发表就没有吭气。哎，真的没多久才出现那个女生那一篇。后来我太太就跟我祷告，祷告就说撤掉，反正我们也只是给她鼓励，不要惹得一堆腥膻味在身上。我就把那篇撤掉了，知道？我本来只想给她打气而已，没有别的。嗯，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帮谁打气都其实真的。我还记得我妈以前说，人家夫妻吵架，你千万不要去选边站，最后你是猪八戒，里外不是人。真的，真的，说不定以后人家两个人又好了，那时候你就完蛋了。没错，所以夫妻之间人家吵架什么之类，你只能劝和，不要劝分。基本上我们是觉得不要去讲乱讲话，是不是？真的不。你要问我啊，明姐这么多年来啊，你知道吗？我40年嘛，我有很多客户啊，闹离婚啊，闹婚变啊，感情的什么了？我，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你怎么做，明丽姐？我就是 OK， 比如说，凯伦，现在你有这个状况，你要是找我的话，我就会说，我可以陪着你，你要喝酒，我陪你，你要做什么，我陪你，你说什么？我听就好了，我不会给你任何的意见。谢谢。所以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她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明姐，我永远忘不了在乌节路上你陪着我，我陪着她，你知道吗？就一间咖啡厅走过一间咖啡厅，走过一间咖啡厅，因为她一哭起来就她就不要给人看到嘛，所以她开始就要找一间没有人的。”然后又要找一间没有人，那你说就像在现在这个圣诞的这种气氛时期，气氛对新年的气氛当中，有哪一家是没有人的呀？那我们不是一间又走过一间，一间又走过一间，所以我觉得做朋友的只能做这样子了，你真的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意见，你就只能陪伴，就是陪伴就好了。好，讲得好。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想跟您谈的不是论断人家的是非，而是我在想说，你看你经营你的婚姻，在我的算法当中42年了吧，今年差不多吧。对，嗯。然后你经营你的保险到3月份为止，你大概就要迈入到第40个年头了，很不简单。而且更不简单的是，这40个年头当中，
35次的 MDRT， 他们就 MDRT 就是保险界的 number one， 保险界的奥斯卡或者是金马奖，指标，然后有他的指标，33次的 top one 的一个顶尖会员资格哈，这么丰富的一个经营保险的一个经验，40年，跟你经营婚姻42年的经验比较起来，哪一个最难呢？我告诉你，婚姻最难。我很坦白说，我很坦白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事业，你经营，你知道最多就是、OK， 谈不来，谈不拢，谈不和，那看不对眼，不喜欢，没生意，最多 我走开嘛，我不理你嘛，我也可以选择不做你的生意嘛。但是婚姻的话，就是你喜不喜欢，你就还是得回到那个家。所以，但是我觉得我的妈妈有跟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一定是一起吃早餐，哪怕你昨天晚上吵架啊什么什么的。一定要一起坐下来吃早餐，然后两个人都不说话，然后就去工作了。晚上7点到7点半之前一定是又坐下来一起吃晚餐，就已经是这个习惯了，你知道吗？哪怕坐下来就是都不讲话，也不看，互相都不看，但是还是一起吃饭。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有的是为什么一段婚姻其实不开心，但是他又能够维持很久，其实有蛮多的是一种习惯性的依赖，习惯性的那种情感的依赖，还有那种感觉的依赖，对吗？对，所以小朋友告诉你们，绝对不要被男朋友骗了，什么现在帮你背包包，你别想他一辈子帮你背，不可能的、哦、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真的就自己背好了，那个都是甜蜜的过去，我告诉你，后来以后就自个来背了。但是能够维持下去是在哪里？你如果对这个你的孩子，对你的家，你真的有一份责任的话，你怎么样都咬了牙过来。我们爸爸妈妈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我们那一代至少是这样子，没有亲眼说 say hello 的，懂不懂？或者摊在台面上大家互相的攻击对方，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可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女人呢，不管结婚几十年，都还是要问一句话，你还爱我吗？爱我吗？同意吧，以后就知道了。这个男的叫失笑脸，我还是爱你啊，我不爱你我还爱谁呢？我不爱你我就爱他了吧。但是我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凯伦啊，很多男人就是连这句话都不愿意说、哎、你知道吗？真的真的连这句话都不愿意说。所以呢，我觉得我最近学了，就是学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让我已经刻骨铭心，那就是夫妻相处不是用爱、是要用智慧了、要用智慧来相处，对不对？对呀、啊，你明知道这个人，你跟他生活那么多年，你不知道这句话说下去他会翻脸，一定知道。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下哈，这不是故意打广告、我就是因为看了明丽姐这个回到初心之后，我就请她来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单元哈，就是台湾女儿、新加坡媳妇、华人保险天后陈明丽的慕情人生。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最大原因是觉得你老公成就了你很多，你也非常的撑头，你也非常的努力，所以真是鱼帮水，水帮鱼，让你一直 push 把你 push 上到天后的位置，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想到这也就这样了吧。对，可是你知道吗凯伦，人与人之间基本上还是会有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人性，叫羡慕嫉妒爱羡慕嫉妒恨。你要么就羡慕嫉妒爱，那要么就羡慕嫉妒恨。其实对，当你的另外一半光芒万丈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真的就是羡慕嫉妒爱、还是羡慕嫉妒恨呢？一定要超过、好不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轮我陪伴你，那绝对是羡慕嫉妒爱。两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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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睡梦里，只有在朋友睡梦里。不错啊，再来一次看看啊。晚风起，晚风起，夕阳低，夕阳低，柳摇曳，柳摇曳，徘徊在花影柳堤，徘徊在花影柳堤，有谁两相依，有谁两相依，晴空万里，晴空万里，北雁向南飞，北雁向南飞，
穿过了花楼梯，穿过了花楼梯，啊，花楼西啊，早已知道，早已知道，音讯息，音讯息，不会有好音期，不会有好音期，两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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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睡梦里，只有在睡梦里。你可以自己唱的，来，我打拍子，你看着我嘴巴唱哈。一二三，唱。八风起，夕阳低，柳摇曳，徘徊在花影柳荻，有谁两相依？晴空万里，晴空万里，北雁飞到向南飞，穿过了花楼西。早已知道音讯息，不会有好音期。两相依，两相依，只有在睡梦里。最后一句，两相依，两相依，两相依，只有在睡梦里。不错嘛，对不对？这样不就唱完了吗？好幸福，好幸福。谢谢。其实呢，真的真的，我觉得妈妈唱这首歌，她的画面里啊，在她的想象的空间的画面里，应该就是你的父亲哦。哎，对对对对，我问过她这句话，没错。对吧？唱是你陪她在唱，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一定是对呀。最后的那个只有在睡梦里，真的就是。他跟你父亲的那种，他现在真的就是只有在睡梦里可以见到你的爸爸了嘛，对不对？对，每次你刚看的画面都是我们吃完晚饭的时候，家里除了小应用在洗碗的时候，我就说，妈，来来来，今天录音，我干什么？每次要跟你录音，我说录了以后陈明丽会看啊，大家都看你上电视啊，你就逗他。那像这个歌是我一回到家里，他的小录音机里就在放这个歌，是他以前在卡拉 OK 唱的。我马上想办法用另外一只手机就把那个歌词找出来，他就放在旁边，我就带他练。最后就在家里台我们的手机嘛，就这样一按下去，我们就这样录了。你看，刚刚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录，录完以后再交给小朋友点击一下就 OK 了。对呀、啊，其实凯伦，你说像我的二姐啊，她就算说已经失去了她的语言的能力，她也不是完全失智，但是她就是没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很自由的表达。但是如果你唱起她以前年轻时候的歌呀什么的，她就会要跟着你唱了，没错，她真的就要跟着你唱了。我还记得以前妈妈还在的时候啊，我就跟她说，妈妈妈妈，你要不要唱首歌给我听，然后我帮你录啊，唱什么、我说你会唱什么？那其实我现在还留着妈妈的录音，对，她那时候唱的，对对，就觉得说没有勇气去听啦，就怕听了自己会 对，但是我知道说他唱我问他唱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他这样他那样。所以其实呢，人生真的是一晃眼，你的人生就走了一大半了，真的，真的要好好珍惜，要好好珍惜，不要以为现在才二十几岁，一转眼就四十了，当时都没想到，一转眼就五十了，都没想到，就做到我们今天轮我陪伴你了，陈明丽。好，今天在结束的时候，让大家再看一段画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常讲说，内容才是王道。帮我拍这样唱歌的人是一个欧巴桑，你知道吗？哦，真的啊，不是专业的人，我不知道他把我拍起来了，拍起来我回家一看，觉得收音还可以嘛，也没有用什么 mini mic， 我就交给小朋友他们处理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到在赵永兴的茶艺教室里，我就唱了一小段，因为我真的是帮赵永兴去试他最新的那个麦克风，还真是好的麦克风，就有了这段。真的呀，我回去台湾，你要带我去啊。好，没问题，一定带你去赵永兴那儿。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明丽姐，拜拜。你看，好的麦克风，我省力不少。太赞了。云和呀，云和，云和里有个我。真正的我。
空虚寂寞。阿妈，你听过这首歌无？有听过听过哈？真正以前的代志，差不多四十几年以前的代志，我叫。这好像是林青霞跟古明伦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云飘飘，林家昌的歌。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河，像雾般朦胧地掩住了我。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